上青梅之马。在轮回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人吗？破铜烂铁送给我都不放了吧。本王吧，那个趴地上的人是我不，现在正哭着求饶。太子都不敢惹。嗨。你治他。哎，既然没人想救。改过自新，我看你不爽，不管你是不是好人，林公子，你说对不对？这家伙哼，失称像个王真心之人能有几个，守望便足矣。听说你要解决了这个家伙，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他别说你爹信我，我每隔半个月都要为他几个人耶，怎么还有一股子尿骚味儿？走，回家去休养一下比较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回到浩。两位弟妹也来了吗？你是我兄弟，我不挂念你。别，父亲他只是飞升成仙。这个是。林未央，弟弟。倒还不惧。事情要早啊。这。靖王此人极其护短。大哥放心。我是靖王执意要杀你。大哥。